家晚安。今天我来给你们说一个好听的故事。咱们中国人有三个重要的节庆，第一是吃粽子，杭州的端午节；第二个呢是吃月饼，赏月亮的中秋节；第三个就是即将要到来，大家互相说恭喜恭喜的中国新年。为什么中国新年呢？因为话说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个年兽，年兽，年兽，啊哇，年兽来了，赶快跑啊！传说山上最难最可怕的年兽，他一睡就睡了365天。当他起床之后，他就翻了翻了自下山，破坏房屋，到处捣乱，看到了鸡吃。看牛他也吃，看到人他更要吃啊！睡了365天，我的肚子好饿啊！要做人首先都是要吃的，鸡太小了，牛肉不好吃，人。这个村落里的人都逃光光了。
者他的日常生活，他一做饭的他肯定洗饭煮饭洗衣的日常生活。虽然他即将就要面临被严重吃掉的危险，但是他的心中还是非常的勇敢，因为他知道等那年兽把他吃了，他就该到街上见他的先生跟儿子了。这个时候外面冷风呼呼的吹，就像他的心里一样非常的凄凉，但是他还是非常坚韧的游留了下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听见门口一阵咚咚咚的脚步声，还有敲门声。老太太招呼老乞丐到房间去休息之后，自己也在客厅坐着睡着了。神奇的事要发生了，就在这位老太太睡着的时候啊，那位老乞丐说出了他的真实身份。原来他是从天上来的神仙，到人间来体察人情，没想到遇到了这么好心的老婆婆，所以这个老神仙决定要拿出他的法宝，教导这个老婆婆怎样对他们可恶的年兽。老仙人带着他的法宝，可以对付年兽的法宝。第一，红色的春联，因为年兽最害怕红色的东西哦。第二个法宝，鞭炮。年兽最怕噼里啪啦的爆竹声响了。第三样东西叫做火舞狮，因为年兽自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张牙舞爪的怪兽，但是火舞狮比它更可怕。接着，老仙人留下了一封信，放在老婆婆的床头，就飘然离去。第二天清晨，
老婆婆伸个懒腰，洗个清扫。哎，这里有一封信啊！善良的老婆婆，我其实是天上的老神仙，昨天下凡想来看看这世上有没有好心人，结果遇到了你，谢谢你收留我啊！我留下了三个法宝让你对付年兽，过了今晚便把这个方法交给大家，这样大家以后就可以过个好年啦。原来昨天的老爷爷他是一个老仙人啊，太好了，他留下来给我三件法宝，我终于可以对付年兽，不用再怕他了。年兽放马过来吧。尤大的老婆婆得到三样法宝之后信心大增，她就坐在她的家中等待年兽的出现。年兽果然准时的在除夕夜的晚上从山上一跃而出，到了村庄，他发现只有我们的家还有灯光，他不犹豫的直接冲向了老婆婆。看我的作品，男人还是会戴红色，感觉他还是会吃，不知道要退居一步冲向第二步冲向老婆婆。神仙的经过告诉他的村民朋友们，从此啊，每年到了除夕夜的这一天，家家户户都有贴春联、放鞭炮、用舞龙舞狮来庆祝。大家这样的日子的过法，让年兽再也不敢来。